去问婷，你让我照一下镜子嘛。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骑马装备，看看都怎么样。女烟斩马饭。好了好了，不照镜子了，我们去骑马吧。咦，他是以为镜子里的场地也能走吗？你都要怼到镜子里面去了，我跟你讲。他可太笨了，到镜子这里他怎么又不走了？你干嘛？怎么我一要照镜子你也要照镜子？你是被我传染了吗？这个家伙居然在放屁，你们看到没？菊芬呀，甲方，那个耳朵也过来。对，他是一个能听懂人话的小宝贝。走了走了，自恋鬼。看到别人在这休息，他也要过来凑热闹。Later。看到没？他又不动了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完了，这个坏蛋被你弄倒了吧？做了坏事，还一脸得意的样子。为了让他专心工作，于是我决定换一个场地。哎呦喂，把这个家伙聪明的，你看你这样能照到吗？原来他可以照到，是我照不到，小丑居然是我自己。